大家好，我是小熊嘟啦，十万个为什么开始啦。为什么人们见面时要握手？今天，妈妈出去买菜，爸爸不放心嘟啦一个人在家，就把他带到公司去。因为爸爸上班后要接待一个大客户，所以在办公室里，爸爸一脸严肃地对嘟啦说，嘟啦，你等下就坐在这里玩玩具，不可以乱走，听见没有？嘟啦乖巧地点了点头，拿着小汽车玩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大客户进来了，嘟啦看见爸爸走到客户面前，边握手边说了句欢迎欢迎后，就和他们交流起来。嘟啦感到特别奇怪，事后他问爸爸，爸爸，为什么你见客户要跟他们握手呢？嘟啦，握手是一种见面礼节，早期它是一种西方的礼仪。相传在古希腊时期，如果两位武士没有事先约好就见面，发现对方是敌人，都会拔刀相向。但如果对方不怀敌意，双方武士则会摊开双手，缓缓向对方伸去，最终两手相握。这种握手的行为主要是为了告诉对方，我对你没有任何敌意，也并未携带武器。后来握手慢慢演变成一种见面礼节，一直流传至今。哦，握手原来是一种礼节呀。小朋友们，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嘟啦爸爸和客户见面要握手了吗？